画板要先擦一下，太脏了。结果我姐姐发现啊，不是脸脏啊，原来是这个颜色。还有姐姐要擦画板。是饭店提供的，所以你要过半小时。人体彩绘。飞过了。那干嘛带去？看到后面，没看到前面。等一下，我把脚断掉，那网络不好。